雄市凤山区光远路上可以看到有两名骑士疑似发生行车纠纷，两个人就在路上一前一后同步前进后退，让民众笑说像在跳恰恰，两人还吵起来，女骑士正要离开，另一名骑士还是跟在前方阻挡去路。两人互相认识且为朋友关系，当时两位女骑士在该路口旁有发生口角争执，因此才有会走走停停的情形，当事人表示会自行沟通处理，暂不需警方协助。据警方了解，事发就在周二早上10点多，当时这两名女骑士是朋友关系，疑似因为口角争执才会直接在路上对骂。不过事发当下车流量大，车来车往，两名骑士直接在路上争执，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造成事故，危害用路人安全。